谢的，谢谢大家。在本周的三连战的现场也辛苦大家了，但也恭喜球队拿下三连胜，给我们所有选手教练团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今天的单场 MVP， 各位本周第二次再拿下 MVP， 让我们欢迎用他的应援曲啦哈，外野朝上飞，巴佑。一样先请小翔来帮我们颁发单场 MVP， 然后我们一样看向正前方的镜头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小翔，谢谢艾比。首先呢，邀请到的是第一位的幸运的会员成员朋友，要来颁发的是由烧肉苏酒提供的和牛兑换券，总共有三张，恭喜幸运的会员。一样看向正前方的镜头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第一位，谢谢。好，第二位呢要颁发的是由阿萨希提供的啤酒一箱，恭喜幸运的会员球迷朋友，一样看向正前方的镜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第二位幸运的会员球迷朋友。那当然，接下来呢要来再次的访问了，本周呢二度呢登上卫冕者宝座的宋承瑞。哎，好，首先呢。当然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因为有一件事情其实也蛮巧合的，你还记得在8月28号那一天，刚好你跟这个威城两个人同时开轰，你还记得这件事吗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你记得刚下去威城打全垒打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击掌，这样是一起击掌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当然先谈打击的部分，对，因为当时其实球队是一个落后的状态嘛，那在面对那样子的局面的时候，通常自己在上场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好像看你是两好三坏所打出去的嘛， 对不 对？那是不是也分享一下当时那个打击的状况？其实一样啊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从今年以来都是希望说我可以先把选球选好，然后让投手去投一些失投球，然后我自己把它掌握好，这样。是，当然最后一个打击其实被接杀，我看你当下好像也有点懊恼，觉得很可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可惜，觉得自己应该如果再高个一个角度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安打这样。但是宋承瑞已经很棒了，对不对？掌声鼓励好不好？真的太优秀了，真的，承瑞真的现在是一个第一棒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今天的 MVP， 我相信除了打击之外呢，最关键的全场球迷都看到是在八局的那个守备。那当时呢，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自己的布阵跟一些相关，自己有没有特别注意什么样的细节？其实当下教练是希望说，就是稍微守远一点，然后我自己一看到球打到快接近全打墙的时候，我就是低着头冲就对了，然后去接那颗球这样。是的，哇，那个防守可以说非常关键的，当下呢基本上就是把对方的攻击的气势完全扑灭了，所以各位，棒球比赛真的不是只有进攻而已，我相信对于防守而言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最后呢，在本周呢又再次呢拿下单场 MVP 的过程当中呢，这边呢有没有想把这个 MVP 要送给谁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？送给大家吧，因为有你们的欢呼我们才会越打越强。很好哦，越打越强，顺便偷渡一下应援哦。好，那最后呢，那我们今天拿单的 MVP， 我们可以再加码一首应援吗？哪一首？哪一首？现在就点歌是不是？啊，不然给你选好了，呛死你熟吗？呛死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要听音乐我才会啊，听音乐还会是吧？OK， 就加码这一首啦，我们上礼我们有练过一次了，一起来。
目标。我们是，他最帅。OK， 掌声给宋承瑞。好，各位来，好，最后来，这麦克风先帮我拿一下。最后，好，我们最后好要来恭喜。中信兄弟舞王大赛获胜的是宋承瑞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再次用你最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蛋蛋 MVP 宋承瑞，谢谢。一二三，宋承瑞，我爱你。一二三，来。好。谢谢承瑞再次的展现他精湛的舞技跟精湛的球技。好，那今天恭喜宋承瑞。